出个牛的气泡扫一下。就那个，还那个，拿把它拿过来。你不能，你往那边放，那边放。扫，还是那个，还是那个。你可以拿起来，拿起来看看枪。嗯，好了吧？拿拿拿。嗯。最右边的。OK。哦、嗯。这个枪管它不是太不合格，整个机器坏了。OK了。嗯。